你喊谁呢？你妈在那儿呢。爸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天别神出鬼没的行不行啊？我妈都没多少年了。这干啥去？我出去一趟。你姐儿今儿晚上回来啊？还带个男的啊？谁呀？我大姐呀。这是好事啊。爸别难受。哎呀没事爸啊，一会儿啊我带佳佳回来一起给你加油助阵。这走啊。好事。哎呀，汉家秦地月，刘盈赵明飞，一上玉门道，天涯去不归。我家今晚都得爆炸。哎呀，给他们收拾收拾屋去。哎，快来，到了。爸，回来了。哎，人呢？爸。你都打完手了、啊、哎给我呀，直接冻上了。哎呦，你要喝啥？鹤岗太冷了。行，你快坐这歇一会儿啊，我去找我爸去，他没准给你拿冻秋梨呢。哎，你去，你说我搁这咋待呀？自己家随便待啊。哎，太冷了。哎呀，那老爷子看啥书呢？百年孤独，这不越看越孤独吗？本来就丧偶，现在再一嫁姑娘，这书看完我估摸得抑郁。哎呀妈呀！哎呦，伯母，不，妈妈，我跟青青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？关键问题是，哎，你家老爷子只要一同意，我跟青青就能更进一步了。我估摸着他呀就能跟我一块儿生活了。叔叔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早上。那就压根没熟悉呗。我赶紧下去，我腿麻了。那叔叔，那我自我介绍一下，那我叫邓明川，我是晶晶的男朋友。嗨，您都知道了。刚才你跟我老伴唠嗑，我都听见了。叔叔，我跟你说，我跟晶晶，我俩是……哎，爸，你回来了啊！哎呦，我出外边找你一圈儿。哎，川儿，坐呀，介绍一下川儿，这是我家我爸。爸，这是我的川儿。嗯，哎，小川儿，这都是川儿给你买的礼物，烟酒糖茶，还有富红大豆油，对，转基因的，滴滴沉香，呵护健康。挺好，你挺有心呐。哎，我这一看，你俩是不是都聊一会儿了？爸，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年轻人有志气，有想法，有胆识，还挺有幽默感的。哎呀，行啊，川儿，你一来就给我爸搞定了。我爸不苟言笑，从来都不夸人。行啥行？订票赶紧回家。你傻了，咱俩守正告捷了。告捷啥玩意儿？刚才我一个人搁这屋吃。娟娟，哎，那去洗个果盘去，把这东西拿后屋去。对啊，我去洗水果，你俩慢慢聊啊。不是啊，陪我爸聊天。你别走，静静，别走，静静，你想走啊？叔叔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想跑。别跑啊！往哪跑啊？你跑了，我们家静静怎么办呢？今天是你先倒地骂阵的，我这要带兵出阵吧，你说你要回家吃饭啊，你说你完蛋不完蛋呢？好，这么的吧，咱们俩先来一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，你敢吗？那我给晶晶支出去。你好使吗？应该好使吧。晶晶啊、哎，我饿了，你下楼买点吃的呗。吃啥吃啊，挺胖的。爸、啊、吃水果啊、我擦个手。我也没办法了。晶晶，哎，我的打火机跑哪儿去了？打火机啊，刚才不在这儿呢吗？去下楼给爸买个打火机去。行。Thank you.
谁好使啊？你好使，你姑娘肯定你好使。小伙子，出师不利，一比零。不，这就开始了。稍安勿躁。你什么学历啊？大学本科。全日制的吗？成人教育。读过什么书啊？美食大学一百道。什么专业？烹饪学。毕业论文是什么？锅包肉的108种做法。不，你研究这玩意儿有用吗？不是，叔叔，你为何发笑啊？他当然有用了，各色人种的口味不同，对不对？我的目标是要把咱们中国菜推向全世界，深深地植入在世界人民的骨髓当中。叔叔听过唐人街吗？啊，知道。听说过唐人街梦回黑吉辽全球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中方 CEO 吗？谁呀？我。有杀猪菜、那必须得有，还免费赠送蒜酱。啊，你小子挺有能耐，承让1-1了。哎呀，我女儿怎么看上你的？我爱她呀，我就爱她那丧眉打脸的样。我说宝贝儿啊，她说你给我滚犊子，让我听了就得劲儿。女壮，我告诉你，有一回我在飞机场给惹急呀、当着那么多中外男宾面，我吐叉一下就给她跪那儿。爷们儿，晶晶为了改一篇新闻稿熬夜呀，一碗面条我给他热了23回，那还能吃吗？后来上的疙瘩汤嘛，我就这么吃。他要是不嫌乎，那水我拿嘴含热乎了喂他，那还是喝凉的吧。他也是这么说的。你俩处多长时间了？我跟晶晶处了半年多了，哎，我特别尊重她，这孩子特别传统，也不知道随谁了。我呢也是特别传统的人，所以我跟晶晶的事儿那就得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走下去。这次我特意请了半个月假来鹤岗，就是为了搞定她的父母。晶晶这孩子妈妈走得早，知道吧？主要是得搞定她爸，他爸要是一点头，我俩那明年就能结婚了，那就能合理合法的在一起生活。你说那得多美好啊，是不哥？错了。行了，咱俩下面来一回一见两瞪眼，是啥意思？传统的游戏，什么？你敢跟我来吗？啥呀？八榛子，八榛子。看谁发不出，你要是赢了既往不咎，我要是赢了呢任凭发落，就这么地了。开始。哎，叔叔，你这里就一把钱呢，给你，省着我欺负你。那我不好意思了。开始了啊。开始吧。一个，哎，俩。叔叔，你这是要放弃了？3个，哎呀，我咬你一个吧。查去吧。爸爸，呀，想死你了，想死你了，回来了，来，坐。这是我小姨子呀。来了啊，你坐会儿，坐会儿。拿的榛子。谢谢宝贝儿啊，爸爸把屋收拾一下啊。No， 爸爸，那我去收拾屋了啊，我一块出来陪你。好，去。老爷子，啊，看着咋样？没看明白呀，我得摘眼镜去。哎，哥们儿，你哪的呀？本地的。你本地的也不能拿自己不当外人啊。我为啥不能拿自己当外人啊？啊，当着老爷子面让人姑娘进去给你收拾屋，你晚上搁这住啊？对呀，我这会住啊。你挺疯的呀。别这么拍的我们不一样。你这还怎么跟你姐夫说话呢？你怎么跟你小舅子说话呢？我跟我小舅子不，你叫啥呀你？杨小彪。你叫杨小彪，你得说你看哪台呀？别喊，姐们闹玩呢，别喊，姐们闹玩呢，头一回，你看生气了。
姐夫吧？弟妹吧？哎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进屋一口爸爸爸爸爸，你给我叫蒙圈了，我以为我小姨子呢。不是，我说你这大姑娘来人家，你就拿自己不当外人啊？我咋了？你咋的了？爸爸，嗯，我一会儿就来，就成功入住了。我俩真爱，都订完婚了。瞧你那话说的，我跟你姐也是差一步没满呢。你想让老爷子认可你？失败了。你今天晚上就想住这儿啊？这么明显吗？你挺生的吗？还行吧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老公公那是文韬武略，学术界人称不倒翁，国防大学特聘教授，现在是退休在家，逮谁想管谁呀、啊？妹子、嗯，你能让老侯认可你，你学历挺高啊？谁跟他比学历了？比啥了？我说咱俩来个一翻两瞪眼，比扒榛子的。规定时间内谁扒的榛子多呀，我和小彪的事儿就听谁的。后来我一看他手里藏把钳子，我一想那不行啊，然后我灵机一动，拿起榛子往桌子上哐哐哐，我说你查去吧，搞定。扒榛子你教他的啊？他跟你玩了啊？钳子搁谁手啊？搁我这儿呢。那你废了。别别别别别别别废了。完了完败。哎，聊得咋样啊爸？赶紧的订票回家。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我妈明天要结婚。傻子，你说啥呢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这屋待不了了。怎么的？不刚才不好好的吗？这屋有一个人算一个人，全让我得罪了。哎，就这相片我都给得罪了。你别瞎说，我妈都没多少年了，你怎么能得罪她呢？跟你妈说了，那得搞定我，完事跟你再进一步。小川，你怎么能跟我爸说这些话呢？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？不是，就你这种想法啊！爸，他就有想法，不行吗？我也没说不行啊，我关键听了一些不该听的话，但是我也不能假装听不见呢，是不？你说你们年轻人呐，自由选择是对的啊。但是你们自由选择，你们要对你们的选择要负责任。我珍惜我的女儿，可我更珍惜别人对我女儿的追求。我这人呢，这辈子没人跟我俩犟过嘴，今儿个你跟我直来直去的交流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挺感兴趣的。爸爸，啊，说啥呢？好了。时间不早了，睡觉吧。明儿早上我做锅包肉，你给我挑挑毛病啊！那我哪敢，叔叔？是这样，我也表个态，这回我来鹤岗，我跟小彪俩住。那随便。姐，那咱俩谁也不唠一嗑，走。彪，咱俩必须好好唠唠，冰释前嫌，行不？姐夫搁屋等你啊。哎呀，彪，姐夫脚没味儿。赶紧的啊，等你哦，来呀！这是撵我走啊？姑爷子进门，小舅子没魂儿，我上我同学家住去。熄灯。